光线渐渐照入无开灯的窗，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。你的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永远拢是。谢谢张思慧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思慧哦，老师好。思慧，你今天唱歌让我好着迷，我感觉足迷人诶。你这首歌唱起来，我心就会觉得哇，很忙叔叔的，就听得很舒服。但是今日我小夸有一个意见，就是讲，如果你肯改变，你有企图心跟他拼，你升个半气，然后呢？太高的音呢，稍微尝试用假音带过，你这首歌会更漂亮，会更好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段，因为你要降 key， 因为它后面有升 key 嘛，那你会降 key 一点点。降 key 的时候，你前半段第一段全部都是在平平的那个声线当中，所以那个声线是无法度凸显你的特色的，你的特色。你那个高低起伏的层次就出不来，只能平平的这样听而已。如果你哪升个半 key， 哇，那整个展现的那个火花张力会更大。你以后可以去试看麦，私底下去唱的时候，试看麦讲，我哪安尼能不能突破？我觉得你不要怕哦。思慧，老师好。我其实我觉得你的音色是很棒的，而且你是一位对唱歌有想法的人，但这首歌。我觉得你情绪上的掌握是有的，只不过到了后面的情绪的部分，到最后一遍歌是有升半 key 嘛？不过我觉得你可能在于你唱歌的时候你想太多，所以你想的部分会把自己拘束在这首歌里面。其实你应该放开来唱，不用去管太多事情。这舞台是你的，因为大家都要听你唱歌嘛，舞台是你的，所以你应该要更放开来唱。因为你放开来唱，我觉得依你的实力的话，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失误。因为你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因为你唱得太拘谨太小心，所以你的音准其实基本上都没到，然后那个力道没有出来，可能是因为唱得太小心。我觉得不用那么拘谨，有时候唱歌就是开心，开心很重要。因为你越开心你表现会越自然，那越自然后表现会更好。试试看，好，下次的话谢谢老师。